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 OK， 先帮我玩游戏是生物幻想，那我们要解开我们的静心殿的机关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先把每个人都对话过一次。七煞云星，好，不能跟他讲话。那我们先把旁边的一些东西搜刮一下。云短之玉，这个人是谁啊？哎呦，好钝哦！我应该是祭司之类的吧？哦，这个太大了吧？看起来没东西的。哦，云青在这。好，三神爷爷，哎啊，这个有个东西啊，有个东西在这里啊。大家会觉得太暗吗？感觉好像有点暗哦。禅境，为什么跟大一无法对话？好，好，我们来破解机关吧。要使用星轮指环键盘的 DYAS 转动静心仪，让指环光芒与星辰光点重叠，即可消散星辰之力。每个星辰光点会逐渐扩大，若过大时会失衡，需重新来过。要完成启动心仪，最后三个阶段考验。OK， 然后呢？这样吗？哎，那怎么移啊？我记得是蓝色的光要这样吗？我要快一点，就是早说嘛。好家伙，原本需要九人使用境域方能开启的水镜，你们两人居然轻易便办到了，本事不小啊。谭静，我早就说过他们一定行的。依照约定，我告诉你们帝君目前面临的险境。为了九州存亡，帝君冒险亲往幽都之门不周山寻找关键之物，
然而时日已过，帝君却迟迟未回。我们猜测帝君遭遇困难，陆续派了灵力高强的巫部透过水镜进入，却依然石沉大海。如今连接幽都之门的水镜即将消失，我与兰香欲往不周山救回帝君，若得两位协助，此事必成。兰香恳请两位应允此事，和南北斗指环之力定可救回帝君。既是帝君之事，身为陶唐子民，在下定当。我们不答应。开什么玩笑，谭静，方才你可是想杀了我们，现在却还想要他们为你做事。不周山是什么地方？他可不是隔壁的山头，去了肯定是送死。王叔，你听我说。不行，你绝对不能答应他们。王叔，我来帝都原就希望能拜见帝君，如今既是帝君遭难，我岂能坐视不理。你这个呆子，有必要为了别人把命都填进去吗？算了，你这个烂好人，既然你想去送死就去吧，本姑娘不管你了。哼，王叔。今日我们若不答应，你是否还是会亲自涉险？帝君绝不能有失。既如此，在进入不周山前，让我先为你治伤吧。王叔，对不起，我知道其实你是关心我的安危，替我生气。人心险恶呀，这一路走来，你总是顾念着别人，也不为自己想想，真是气死我了。抱歉，这也许和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有关。愿望？我从小被视为灾星，8岁开始便在山上一个人居住，山上的时间很多，所以总想着要如何让所有人开心。长大之后，偶尔听说诸国情势和静的消息，我开始想，若有机会出村，一定要努力让九州百姓都能喜乐安康。你的志向还真是远大，但你不只对人如此，何以对征那样的神兽也特别关心？因为我能在山里平安长大，是一群温柔的神灵陪伴我，养育我，对我而言，他们是我的家人和朋友。真是难以想象。虽然我知道神灵与人曾经关系紧密，相依相存，却从未曾相信，毕竟所见所闻皆是灾难纷争。在我父母被戮之时，神灵也未曾出现，所以我对他们可没什么好印象。我相信直到现在，仍有许多生灵憧憬着那段无忧无难、万物齐心的过去。若有朝一日能找到重现之法，我必不顾一切为此努力。啊，不过当然得先解决眼下的危难才是。原来你真是一个呆子，一个认真到让人讶异的呆子。看来你之后也不会懂得保护自己了。我若不帮你，说不定你很快就会被人害死了。那样的话，我会很困扰，因为我居然也有点期待看到你说的那个美好世界。望叔，虽然我觉得自己很吃亏，非常吃亏，不过就暂时再和你同行吧。酬劳的部分我就先记着，等哪天想到了再和你讨。可是不周山危险重重，你没有必要。不周山算什么？这九州可没有我望叔不敢去的地方，更何况你和神医不是有神奇的指环吗？到时你别把我抛下不就成了。望叔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，我们赶紧回去找神医他们吧。此去生死难测，你们若有未完之事，但说无妨。呸呸呸，本姑娘还不想死呢，再说了，我自己的事自己完成，绝不假手他人。在下倒是小觑王叔姑娘了。谭静大人，若在下有幸不辱使命，只愿能拜入大人门下为帝君效力。你想拜入我的门下？我会记住的。各位请随我来，
从水里走进去。幽冥生于混沌，混沌为虚无之水，故以水为媒，乃是进入不周山最快的方法。行了行了，不要说了。木叔，你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？疏忽族一向惧水，望舒姑娘，你还是留下吧。谁害怕了？也不过是变水。望舒姑娘，与我一起吧。是村子里最厉害的，以后就叫风铃三虎好不好？不好不好，老虎有什么特别的？叫风铃三郎，风铃三虎了，风铃三郎，风铃三虎了。唉，难听死了。嘿，大树大树，你快说，还是风铃三虎比较好吧？胡说，大树，明明是风铃三郎，听起来比较威风。比划比划，谁赢了就可以取名字。好，大树，你来做见证。哎，可以都不要吗？大树，等一等！石头，大树。小贝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，哥哥在这儿，你别怕啊。嗯，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小贝等你好久好久，你不会再丢下小贝了，是不是？哥哥怎么会丢下你？哥哥看到你平安无事，高兴都来不及了。来，小贝，哥哥这就带你回家。小贝不走，你在这里陪小贝好不好？小贝，阿星，大树，大树，你没死，我还以为。阿星，你到帝都了吗？我到了，我还见到了大义、韩静两位大人和帝君。是吗？你终究还是抛下了我，独自一人。大树，我怎么会抛下你？我一直想要和你一起去帝都的。我知道你早已忘了我。不，大叔，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兄弟。是吗？阿星，一个人在此地实在寂寞，如果你真的没有忘记我，那就留下来陪我吧。哥哥留下来吧。我这是什么？快把它拿开！指环，原来如此，你们不是真的小贝和大树吧？吃了它！南斗星神，尔等晦暗之物，还不快快俯首！小微笑，细雨来帮你。哦，我方乌人鼠王，可以用见证的吧？
好恶心啊。啊，忘记换那个飞行的招式了。为什么防御变高？奇怪。请多指教。唱。谢谢来帮忙。不介意。唱。必须阻止。必须阻止！你了。不见望舒和云兄他们，难道？小飞星，你先别急，西域好像听到前面有望舒姐姐的声音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望舒在前面，好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吧。这是什么？管路？不行，得先去帮助望舒。望舒，我来了，望舒，我们先存个档啊，先存个档啊。
啊，哎小，啊，我们先配置一下好了，每次都忘记。哎，哇，哇，席天面地，熊。这样好了，然后生之力破空，好，我们这样，暴风之心，好，这样。好啦，这一集到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啊！希望不要忘了频道，最后按图片和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键盘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的时候，你就追踪到最新的消息喽。谢谢大家这期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